如果您想发布讯息到您指定的多个群组中，请选按 OneNote Logo，回到个人的首页，将您要发布的讯息内容贴入编辑器中，按下留言，这时会出现您的群组清单。勾选您要发布的群组，按下留言，就能将讯息一次发布到多个群组中。